对，泡面，泡面。哎，大家别，大家别。好嘞。哎。还没用，用花喝。我的，我的。来，就。就来呀。本分局于本日0时35分获报，南区新建路发生暴力讨债压人事件，警方立即勘查现场，锁定涉案车辆，发布拦截围捕，于80分钟内在永康富国路拦获该车，救出被害人，查获2名犯嫌，全案依妨害自由伤害罪送办。本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借故生端，警方绝不容许不法行为挑战公权力。南警绝对有决心、有能力将不法分子绳之以法，维护市民安心的生活环境。